进到简报六十四页之后，我们先学会用这个 LED 点矩阵来做什么？看你是要用正数的还是倒数的都可以。好，那程式呢，基本上一样，不过我们等一下要多一个蜂鸣器进来，这样比较有 feel 可以吧？对不？倒数的时候还有声音啊，这样不是比较有感觉吗？所以来一样，拆了，把蜂鸣器加进来。刚刚我们蜂鸣器是这样子，是不是接两个什么？那个公母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我们要做一点点调整。蜂鸣器我还是用那样接没关系，但是呢，我不要直接插在上面，你还是先把这个放进来。好，你一样找两根，好，公跟母的哦，公跟母的。我们刚刚讲过，蜂鸣器没有分正负极嘛，所以你怎么接都没关系，哈，不会弄错。好，我把这两个接起来。OK， 那其中一只脚我就接到05。来，你可以回到我们刚刚 LED 点矩阵这边，我有没有一只接到05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就在这里蜂鸣器，好，底下。我就找一个这根白色的，我把它接到这里的05，好，接进来，这样没问题了。但是第二根就会有问题咯，为什么？因为第二根的话，我们原本是不是直接插到 GND， 可是现在这个 GND 是被谁用走了？ LED 点矩阵用走了，怎么办？利用我们面包板的特性，你来看一下，我们刚刚在接这里的时候，哪一只脚是 GND， 是不是第二根？我的是黑色的。好，所以呢，来，你可以先把后面这个拿起来，你可以先把 LED 点矩阵拿起来。我现在呢，蜂鸣器的第二根脚，我就接在这一边的第二根，我的黑色，我是不是只要接在同一排就好了？有没有？同一排，我们讲过。面包板是延长线的概念，我只要插在跟它同一排就有一样的功能，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？你把那个 LED 点矩阵先拿下来，你会比较好做，弄好了我是再把它插上去就 OK 了，这样了解好。所以你先把这个蜂鸣器跟我们 LED 点矩阵呢，我先把它结合在一起，像这样我把它结合在一起，等一下我们就在播放动画的时候呢，就顺便发出哔哔声，这样子。所以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好，那好了，你就再把你的那个电源插上去。现在我们就赶快来做一下咯。好，回到刚刚的这个里面来，你这些通通都丢掉，只留那个脚位的部分。那我顺便把蜂鸣器叫进来。蜂鸣器的在哪里？是在输入输出里面的脚位先设定好，我是接在第五脚位。所以现在我们 LED 点矩阵还有我们的蜂鸣器通通都加进来了。好，那怎么做这个正数或倒数都没有关系，好，因为意思都一样。我们这一种的，如果你有写过程式的就知道，这叫做 for 回圈，有没有？for 回圈跟刚刚重复有点像，我们刚刚也有重复嘛，可是 for 回圈是你可以指定一个什么重复的区间，还有它要怎么做这个加的动作。所以我们找找这个地方哦，来，基本功能还是程式，好，基本功能里面回圈有没有第三个叫 for 回圈？就是这个丢出来，我想要正数就一到十啊，如果要倒数十到一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要倒数的十到一，但是呢，要每格多少？每次都减一嘛，就是变每次减负一，应该说加负一啦，哦，就是减一。好，那接下来是不是要显示了？显示什么呢？来，你看一下我们的程式，这里有没有用 LED 点矩阵去显示一个号码？因为现在显示的就不是固定的，它会怎么样？会随着这个字改变，所以现在我们多用那个功能叫做变数。
我们写人字都会有那种变数嘛，好，未知数，对不对？写数学，国小数学就有些 x、y、z 嘛，所以我现在呢，要让它显示一个数字，那这个数字呢是一个变数，而且除了显示以外，要不要哔一声？有没有用蜂鸣器哔一声？那因为呢，它动作很快，所以我们是不是等它一秒？等一秒钟，让这个显示完，再第二声、第三声，好，好，所以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做看看，找到这里，先把发光的先解决。我想要显示，好，你就先抓一个这个出来，好，但是我不在爱心，所以把这个丢掉。我要显示的是一个数字，就是这个类型不能弄错，好，类型一定要告诉他，因为我们现在的是数字，可是并不是固定的99，对不对？对嘛，好，所以这个拿掉 ，delete。你看，我们刚刚用这个 for 回圈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它已经帮我加一个变数叫 i？ 所以我就来哪里，左手边有没有一个叫变数？你只要在这个 bug 里面有加过的变数，它都已经帮你做好积木在这里了。只要你有加过，好，我就告诉他，哎，你要帮我显示，可是显示上面这个数字 i 哦。接着是不是要播放声音？我找到蜂鸣器，蜂鸣器。记得一定要有这个8热，所以我把它丢下来。哎，我用这个8热来播放一个声音，哔哔哔，就一个声音就好了吧？那你看要5、6、7都没关系哦。你要听得比较清楚的，你可以这样。那你要比较短一点的，比较长一点的，我这边用6节奏8嘛，8分音符。好，那如果你要长一点的也没关系，记得最后是不是要加一个但。等待的部分，在进阶功能，等待，做一次，一秒钟，等一秒钟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先试看看哦 ，play 下去，哎，没有，我看一下，没有。等一秒钟之后，应该还要再做一下。好，这样有了，有没有感觉了？对不对？等到倒数结束，你还可以给他做其他事情嘛？也就是说，刚刚这个回圈，就是在这个范围，数字在这个范围之后会做。如果超过这个范围，是就不做了，不做了，你就可以做其他事情了。了解。所以你没有看过柯南的那个吗？沉默的15分钟。我一点，然后还爆破现场，嘣嘣嘣，倒数，对不对？所以有加声音，那个感觉不一样，因为你有视觉的，又有听觉的。OK， 所以这样倒数就